老师好，学长好，我是 AMG 亚洲音乐集团的训练生刘雨欣。有点帅。哇，他其实已经出道了。我是认识你的，我也知道你，而且我也看了很多你训练的视频。谢谢。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你，你觉得自己有进步吗？我觉得自己有在有进步，在创作上面也有在努力。好，我觉得直接作品说话吧。好，来吧。谢谢。加油！我太喜欢他了，刘雨欣。你这样会让我好期待的，真的一定要期待。请开始你的舞台。好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爽的一场，我觉得我在看演唱会吗？哇哦，他来了！我觉得那个舞台就是他的感觉。